9月10日晚上10点一刻，我们进入王泽奇窝藏据点进行逮捕。虽然他点燃住宅后想逃跑，但我们层层包围他，并没能让他跑掉。我们在焚烧后的房屋内发现了几具尸体，但是并没有的。只是在铁饭盒中发现了两位的信息。 这部手机已经损坏，里面的电话卡不见了。警官，我对这个人完全不了解啊，我不认识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这应该是他的事。 吴女士，洗澡啊。 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外面警察都在找你。他们说好是今晚12点你来接我，你还来得了吗？你说话啊！ 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果然和王泽熙有关系。没有，你别乱猜。还装？还装？你俩刚才说的话，已经都被我录下来了。你可想清楚了。 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哎呀，明白人呢。你这样，你爸那边不是有套房子吗？你把它卖了，卖的钱呢分我一半。还有你爸那几幅画。你做梦！你别想动我爸任何东西。 好，那我就……哎，丁警官，哎，你疯了！我。
我最后给你添时间考虑，不然警察局见。你什么都别想得到，你他妈的谁啊？你好，外卖，吴小姐在吗？不在，她今天出去了。想干什么？你什么都别想得到，什么都别想得到。你仔细看看，我到底是谁？带我离开这儿，我受够了这里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要不是因为你报警，我还能再处理得干净点儿。我没有报警，我没有。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我今天晚上过来？啊！开下门，我可以来开车，我们可以一起走的。魏轩，我永远回不了头。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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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